东河南太守王捐之于金庸，捐之弃城遁走。迁豫州刺史，将军如故，竟绝心安侯。洛阳虽历代所都，久为边邑，臣却萧条，也无烟火。立堤堪辟征荒，劳来安吉。德行既设，审 PG 474的百姓之心。太宗南信蒙金，谓立堤曰：“何可桥乎？”立堤曰：“杜预造桥，一事可想。”乃编赐大船，构桥于野坂。六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世祖之争贺连昌，敕立堤与宋兵将军交趾侯周济袭陕城。昌弘农太守曹达不战而走。陈胜长驱，人至三府，竟爵为公。加安南将军，平统万千仆板镇江。石弘农河内上党三郡，贼起立堤讨之，转虎牢镇大将，加都河内军，寻迁使持节。都督兖湘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方头都将，又为外都大官。平行折御，甚有声称。卒年75，赐东园密契，朝服一具，衣一袭，赠太尉公。立堤自少至荣，弃于白首，临事善断，所向无前。加以谦虚下士，刑罚不滥。世祖圣道袭之，子落拔袭爵。少以功臣子，败事狱中散。有资荣善应，对公甚小心。世祖甚加爱宠，因赐名焉。车驾征讨，横在世。为着领监狱曹氏，从征凉州，济平，赐奴婢40口，转监狱。曹领公宗之在东宫，后加礼遇。若拔以公宗虽则除君不疑，逆自劫纳，恒未必平退。左转领侯公曹氏，请之袭爵。初为使持节，散其常侍，宁东将军，合龙镇都大将，瀛州刺史。以至有能名，晋号安东将军，又为外都大官。会陇西屠各王景文等事显窃命，私属王侯。高宗诏落拔与南阳王会受都四州之众，讨平之，屠其恶党3000余家于赵魏，转拜侍中、殿中尚书，迁尚书令，侍中如故。在朝之粟，百僚惮之。太安四年卒，时年44。落拔有六子，长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迁羽林中郎将。延兴初，敕领宁光公宿卫士，迁屯田给纳。太和初，秦州刺史魏洛侯，雍州刺史宜都望牧臣长安镇江城提等贪残不法。烈受诏暗宴，嫌获赃罪，洛侯、牧臣等皆至大辟，提作玺编，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迁司未监。 PG 475。总督禁旅，从信中山，车驾还刺四州，司空狗腿表沙门法秀玄，获百姓前谋不轨，赵烈与吏部尚书为臣祖持议讨之。会秀以平转左卫将军，赐爵昌国子。
迁殿中尚书，赐帛三千匹。于是高祖又冲文明太后称制，列与员外、陆睿、李冲等，各赐金册，许以有罪不死。加散其常侍、迁前将军，进爵洛阳侯，寻转位卫青，从驾南征，加镇南将军，即迁洛阳，人情练本，多有异议。高祖问列曰：“卿意云何？”列曰：“陛下甚略渊远，非于管所策。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练就，为中伴耳。”高祖曰：“卿既不倡议，即视同，深感不言之意。宜且还旧都，以正待议。敕留台数镇，异乡参委车驾信代，直列守曰：‘宗庙至重，意味不轻，卿当之。’奉灵驾，时迁洛邑，朕以此事相托故，非不重也。”列与高阳王雍奉迁神主于洛阳，高祖加其勋臣，迁光禄卿。十九年，大选百僚，列子登引力求进。列表曰：“臣上获进臣，下不觉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既何荣禄？当今甚明之朝，理应谦让，而臣子登引人求进，是臣素无教训，请其处落。”高祖曰：“此乃有识之言，不为列能辨此。”乃引荐登诏曰：“朕今创立新意，名扬天下，卿父乃行谦让之表，而有职士之风，故晋卿为太子义军校尉。”又加列散其常侍，封辽臣，现开国子，食邑二百户。及穆泰、陆睿谋反旧京，高祖信代泰等伏法，赐列吉礼，充喜书，述经策之意。语在《陆睿传》：“是逆也，待相救足。同恶者多，唯列一宗，摩所染欲。”高祖加其中操，意气重之，叹曰：“原眼决断威恩，身自不恶，然而为臣尽忠猛绝，不如列也。”尔日列在代都，必即斩其五三元首耳。列之节盖不懈，今日低也。诏出领军将军，以本官从征金免，加鼓吹一步。高祖谓彭 PG 476。陈王协曰：“列先朝旧德，智勇兼有，君之大计，宜共参决。晚邓既平，车驾还落，论功加散其常侍，金子光禄大夫。”二十三年，萧宝卷遣其太尉陈显达入寇马圈，高祖于即复之职。列守曰：“都邑空虚，为汉遗众，可镇卫二公，以及远近之望。”显达破走，高祖崩于行宫。彭城王协总一六军密会而返，称赵赵氏宗会驾鲁阳，以列留守之众，密报凶问。列处分行留，神色无变。世宗即位，宠任如前。咸阳王喜为宰辅，权重当时，曾遣家童传言于列曰：“须就与灵虎奔执杖出入，领军可为差遣。”列曰：“天子亮案，是归宰辅，领军但知典掌宿卫，有诏不敢为，礼无私给。”奴枉然而返，传列言报喜。喜复遣谓列曰：“我是天子儿，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列厉色而答
曰：“向者亦不道王妃是天子儿书。若是诏，应遣官人所有遣司奴所官家与邻列头可得，与邻不可得。喜恶列刚直。”遂一出之，乃受使持节、散骑常侍、征北将军、衡州刺史。列不愿翻授，凭表起庭，辄忧答抚许。列乃谓彭城王协曰：“殿下望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遂以疾故辞。世宗以喜等专擅前谋废之。会二年正月初祭，三公并至，斋于庙。世宗夜召列子中尉曰：“亲父中允征故社稷之臣，民可早入，当有处分。”中奉诏而出，执名列至。世宗诏曰：“诸父慢待，见不可任，今欲使亲以兵召之，亲其行乎？”列对曰：“老臣立奉累朝，颇以干勇次职，今日之事所不敢辞。”乃将直阁以下六十余人宣旨召咸阳王喜、彭城王协、北海王祥，为送至于地前。诸公各稽首归阵，以列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军，晋爵为侯，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户。自世常直晋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太尉咸阳王喜谋反也，五星王杨吉使持于北邙以告。十 PG 477。世宗从秦于野，左右分散，职位无几，仓卒之际，莫之计之所出，乃敕列子中持参虚实。列时留守，以处分有备，因中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可，此等猖狂，不足为虑。愿缓必徐骸，以安勿忘。”世宗闻之，甚以慰悦，即驾骸公，喜以遁逃。诏列遣直阁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追之，顺后继立，以示父之众弥见忧礼。八月，报疾卒，时年六十五。世宗举哀于朝堂，给东元帝一密契，朝服一具，一袭，赐钱二百万，布五百匹，赠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巨鹿郡开国公，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列有五子，长子作字万年，太和中为中散，稍迁衡州别驾。媳妇爵除假节，镇威将军，沃野镇江，贪残多所受纳，作免官，以公骸弟。卒，赠平州刺史。作子若袭爵，多久过，为叔父锦所窝杀。子顺袭，卒。子父袭，作弟中，字思贤，本字千年。若冠拜侍御中散，闻名太后。临朝行政颇峻，侍臣左右多以为浅得罪，中仆之少言，中无过误。太和中授武骑侍郎，因赐明灯，转太子与君校尉。世宗即位，迁长水校尉，寻除左右侍郎将，领职请袁喜之谋乱也，车驾在外，便起仓卒，莫之所知。中进曰：“臣是蒙叔宠，乃兴王室，
臣复领军，复留守之重计，防恶有在，彼魔所虑。世宗即遣中持其观之，而列奋兵严备，果如所量。世宗还攻，抚备曰：“轻差强人矣。”赐帛五百匹。又曰：“先帝赐清明灯，臣为美称，朕加清中款，今改清明中，即表真，故之臣亦所以明时相复也。”复忧去职，未己起复本官，迁司空长史、于师太傅、录尚书、北海王祥亲尊权重，将作大将王玉多随祥所欲而给之。PG 478。后因公事，终于祥前谓玉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需才用，自应官职，何至阿谀附势，损公会私也？”玉计不宁，祥亦惭血，迁真鲁将军于如故，以平原喜功，封魏郡开国公，食邑九百户，寻迁散其常侍，兼五位将军。每以耿气正辞为北海王祥所愤，面则中曰：“我忧在前见而死，不忧而见我死，时也。”中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必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杀。”祥因中表让之计，密劝世宗以中为列卿，令解左右，听其让决。于是赵廷其封，幽静太府卿。正始二年秋，赵忠以本官使持节兼侍中，为西道大使。刺史正将赃罪显报者，以状声闻，手令以下，便即行决。与辅军将军、尚书李崇分使二道，中合并州刺史高聪赃罪二百余。条论以大辟，还除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遭计母忧不行。福阙受安北将军、襄州刺史，又为魏卫卿、河南义中正。赵忠与吏部尚书袁辉、度支尚书袁匡、河南尹无常等推定代方姓族。高照记其为人，欲密出之，乃言于世宗，称中山要政，左汉虚才，以中气能，移居其位。于是出授安北将军、定州刺史。世宗继而悔之，复授魏卫卿，领左卫将军、衡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诏曰：“自彼古公耻落，心履无忌，方任虽重，彼此为轻，故辍资外任，委以内务，当情素无待，称朕所忌也。”延昌初，除都官尚书、加平南将军，领左卫、中正如故，又加散其常侍。常因试验，赐之见杖，举酒属中曰：“卿士秉贞节，故恒以敬卫相卫，昔以卿行忠，赐名曰忠。今以卿才堪御侮，以所欲见，杖相赐。寻名取义，意在不清。其出入周旋，恒以自防也。”忠顿首臣谢，迁侍中、领军将军。中面臣让云：“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当今学识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取劳于下，我当无忧于上。”即世宗崩，夜中与世宗崔光潜右卫将军侯刚迎肃宗于东宫。
PG 479。而即位，终与门下议，以肃宗幼年，末清基政，太尉、高阳王。雍属尊望重，移入居西伯堂，审决数政，任成王臣明德茂清，可为尚书令、总摄百魁，奏中宫，请即敕授。御史中尉王显，御惩奸计，与中常侍、给事中孙福连等吝啬不听，请门下之奏。公为侍中、黄门，但迭六府信自缉来。孙福连等密谕矫太后令，以高照禄尚书事，显与高猛为侍中。中即于殿中收显杀之。中寄居门下，又总进位，遂秉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中既善权，欲以惠则自固，乃悉归所减之禄，直人进位一级。就治天下，知名卷布一匹之外，各书棉麻八两。中悉以与之。中白高阳王。雍，字云世宗本许攸转。雍旦中威权，便顺其意，家中车骑大将军。中自卫新故之际，有安社稷之功，讽动百僚，令加己赏。于是太尉雍、清河王毅、广平王淮南为其邑，一封中常山郡开国公，食邑两千户。百僚咸以为然，中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尚书左仆射郭作、尚书裴植以中权侍日，甚劝雍出中。中闻之，逼有司诬奏其罪。郭作有师父救恩，裴植雍得入国，中并矫诏杀之。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王公以下谓之累计，又欲杀高阳王雍，侍中崔光固执，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孩弟。自此之后，诏命生杀，皆出于中。即尊陵太后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中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位。为侍中，领军如故。陵太后临朝，解中侍中，领军，崇训位。为只为仪同、尚书令，加侍中。中为令巡于陵太后引门下。是关于崇训宫，问曰：“中在端右，身听如何？”贤曰：“不。”称爵位，乃出中使持节、都督既定营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妾为先帝身侠之初，皇上登基之始，四海密然。”与内宴卿，至于奉迎陈余，是谓审踏。斯乃臣子之长节，执斯之恒礼，不容以此为功，妄开谨意。臣 PG 480。等前亦所以广见毛土者，正以为破威权，苟免暴力故也。是以忠义之计，以十三日夜入为吴勋，为以据为矫令，一处兼回为可包叙。以前侍中丞中总摄文武，侍中丞光久在枢密，赞同其意，故为赏二人。今尚书陈昭等无涯上诉，奉斥众议。暗王显因结奸徒，至为不逞。高照远同凶逆，遥构祸端，无将之罪，是何污辱而中等真罪，唯以绝身，
不至奴禄，又出罪人，穷至不尽。按律准限，事在不清。继皇上转立，甚后别公母子隔义温清道爵，皆中等之咎。过方爵勋，功为最重。又中专权之后，善杀疏纳，折废宰辅，令朝野骇心，远近怪恶。功过相除，悉不和赏，请悉追夺。灵太后从之。西平元年春，御史中尉袁匡奏曰：“臣闻事主不以忧真格心，奉上不以去舍亏节，是以以勤功而痛哭，复楚之功已多，至卢龙而数秦，广为之勋不浅，而身包必赏，君子于是异之。田畴俱命，粮食所以称美，妾为公车宴驾，天人未异，正是忠臣孝子至节之秋。前领军将军陈忠不能砥砺民行，自求多福，方因矫治，善相除甲，清官显职，岁月隆重。臣等在藩之时，乃兴家国，书翘往来，奋气成就，商礼拜德，臣忠及主。谨按臣忠是以宏勋甚德，受御类朝，出入臣民，左右激进，信国大灾，四其余杠，专善朝命，无人臣之心。裴郭受冤于既往，宰辅处辱于民事，又自矫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重训卫尉。原其此意，便欲无上自处。既是在恩后，宜加显露，请御史一人，令史一人九州行爵。崔光与忠虽同受诏，而未光继如望。朝之理宗，设心虚远，不关事务。但忠以光意望重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为祸。福度二圣清明，身垂招数，而自去岁正月十三日世宗宴驾以后，八月一日皇太后为亲览以前，诸友不由皆急而权臣用命，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善相拜受者已经恩佑，正可免其刀切之罪。既非时望，朝野所知，冒皆而。PG 481。近者，并求追夺。灵太后令曰：“执神所究，时允朝献。”但忠是今四幼，又蒙特元，无疑追罪。于如奏。又诏曰：“忠以往年大会之际，开崇义土。”然仇庸礼乖，有私执夺，其一一谬，弃其于勋也。但忠绝任禁要，臣节皎然，宜包西山河，以安绝望。可临受县开国公，亦五百户。初，世宗崩后，高太后将害灵太后，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忠，忠请寄于崔光，光曰：“移至胡平于别所，严加守卫，礼毕万全，寄之上者。”忠等从之，俱以此意起灵太后。太后亦乃安。故太后深得腾等四人，并有宠受。忠以悔之者多，惧不免祸，愿还京师，欲自营救。灵太后不许。二年四月，除上书右仆射加侍中，将军如故。神归元年三月，复仪同三司，疾病莫拜，见裴郭为岁，忠自知必死，表曰：“
先帝陆臣父子一介之臣，昭臣家事奉公之节，故生之以婚姻，重之以绝禄，至乃位雅三怀，至班九命。自大明立建之始，百官总己之初，臣父的委设尽容，积民内外，司臣社稷之灵，兆民之福，臣何利之有焉？但陛下以睿明御宇，皇太后以圣善临朝，任席不移，三履服气，父乃宠穷出内容，变公为外幕两合，入参百魁，故服之邀，省公实力，而臣将圣弥方置资阿酒，自去秋苦力，缠绵迄今，药食倍长，日增无损。又今年以来，立喉转恶，为喘续袭，正负良难。红慈墨愁服枕替宴，臣薄服无难，遗体莫似贪及余生，谨臣速报。臣先养王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愿永超为子，有子之念时切于心，起立为敌，传此山河。灵太后令曰：“于中表如此，继臣勋一路，又无子可经，灵为所齐，不容置夺，可特听如请，以彰书晓。”中薨，年五十七。给东园密契，朝服一具，衣一席，钱二十万，布七百匹，蜡三百斤，赠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清源端义，中刚直猛暴，专杠好杀，暗示法刚强理直。 PG 482曰：五护威四行曰丑，一事无丑功。太常清源修义义，中进心奉上，减除凶逆，一事法除伪宁真曰五素业公事曰进，是五进公。二卿不同。侍奏灵太后令曰：可依正卿意。于是自曾祖四世贵圣，一皇后，四赠三公，领军尚书令，三开国公。忠信多猜忌，不交圣己，唯与直阁将军张出归迁牛背生养宝元为断金之交。李氏哲求宠于中，思以金帛宝获事。出归宝元，出归宝元谈之，遂被赏爱，引为复兴。中善权昧进为重训之由，皆是哲计也。中后期中山王倪须女为解诗书，灵太后临朝引为女侍中，赐号范阳郡君。永超名藩，其爵寻促子嗣恒齐，其受禅立将。中帝景自百年，自司州从事，稍迁步兵校尉、宁朔将军，高平镇江，坐贪残受纳，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会赦免。中薨后，仅为五位将军，谋废元差，差处为真鲁将军、怀荒镇江。即如如主阿那归叛乱，郑明故请粮领，而仅不给。郑明不胜其愤，遂反叛。直父景及其妻居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者皮裘，妻者故将袄，其被毁辱如此。月余乃杀之。列帝敦自中散迁萧齐将军。景明忠假节行并州事，除真鲁将军、衡州刺史、促官，赠使持节平北将军、衡州刺史。子兴员外郎、
直后主一都统、杨烈将军、怀朔、武川、镇江、中散大夫、孝昌中、史如如与阿那归秦逆贼破落汉厅明出六京等，转辅国将军、北中郎将、衡州大中正、右千府军将军、魏卫青，初为镇东将军、因衡州刺史，还拜征东将军，领左右天平中卒，赠都督既定州诸军事、卫将军、尚书仆射，仪同三司，谥曰文公。 PG 483。长子杨仁，武定中、渤海太守。杨仁弟差罗，字仲刚，中军将军、光州刺史。差罗弟子荣，鲁郡太守。敦帝果，言义直亮，有父兄之风。自中散稍迁光禄大夫，守尚书，赐爵武臣子。太和中、立朔、华、并、衡四州刺史。子立袭太子舍入，通直散骑常侍。卒，赠右将军、洛州刺史，谥曰哀。子辉，征东将军，今子光禄大夫。辉帝道阳，仪同开府咨议参军。立帝之，卒于司徒院。赠镇远将军、朔州刺史，谥曰道。之子元伯，中散大夫。果帝晋，世在外戚传。晋帝虚，中散。迁长水校尉，稍迁五位将军、太府卿、镇南将军、四州刺史。卒，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仪同三司、冀州长史。卒，赠真南将军、燕州刺史。谥曰武。子玉，太尉从事中郎、燕州刺史。子长文，字士端，武定中、尚书考功郎、虚地文人、太中大夫。史臣曰：未定中原，余力低有武功于三世，兼以虚己下务，伐布烂家，思议诸将所悉矣。拔任参内外，以者能名，列气概。沈远受任兼为之际，有助时之职，待遇武之臣，终以耿朴见亲，臣非其惧，遂善威权，生杀自矣。苟非女主之事，何以权其门族，其不诛灭，亦天性也。 PG 484。列传第二十。高胡崔逞封邑。高胡，字大渊，渤海条人也。汉太傅侯之后，祖庆、慕容、垂司空、傅太、吏部尚书。胡少机敏，有气度，与兄涛俱之名。于时，雅为乡人崔逞所敬意。少立显职，为散骑常侍。登国时年，垂遣其太子宝来伐也。胡言于垂曰：魏、燕之与国比有内难，此遣复之，此有所求，彼无为者，和好多年，行人乡既往求马不得，遂留其地，屈在于此，非彼之师。正当敦修旧好，亦宁国家，而复令太子律众远伐，且为主雄略，兵马精强，贤卒艰难，备尝之矣。太子富于春秋，一果新锐，轻敌好胜，难可独行，兵凶战危，愿以身律
言叵切利，垂怒，免胡官，继而保果败于参合。保利乃起胡为真鲁将军、燕郡太守。保走合龙，兄弟交争，胡见其衰乱，遂率户三千归国。太祖赐爵东阿侯，加右将军，总带东诸部。世祖时，除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郑孤臧甚有惠政。年七十，卒。赠镇西将军、秦州刺史，谥曰敬。有四子，第三子密，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晋中，除中散，专点密阁，素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书郎。密以粉点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家善写。由是代经图籍，末不审朕。显祖之御宁光公也，密横侍讲读，拜兰台御史。寻转治书，掌涉内外，但究非法，当官而行，摩索未必，甚见称赏。 PG 485。 延兴二年九月卒，时年四十五。太昌初，追赠使持节、侍中、都督清徐骑骑演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尉公、青州刺史，是武征公。七叔孙氏，陈留郡君，长子树生，性通达，重节义，交节英雄，不事生产，有时者并宗其之。如侵略，高祖召怀朔镇江、阳平王一律众讨之。以假树生镇远将军、都江先驱有功，树生上气侠，意在辅省，自是不愿职位，辞不受赏，论者高之。居宅树有赤光子弃之，亦灵武惊恐，千位怪变，宅不可居。树生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丝竹自娱。孝昌初，北周大乱，诏发众军，广开募赏，以树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律禁用。震撼旧藩。二年卒，时年五十五。太昌初，追赠使持节、都督、冀乡苍营因定六州诸军事、大将军、太师、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追封渤海王，谥曰文穆。妻韩氏为渤海王国太妃。永熙中，后赠贾黄月、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厚不与保鼓吹。于如故，长子及其献武王也。王帝称，字永保。天平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御史中尉、南诏郡开国公。子睿袭武定末，太子庶子。庶生帝藩，字飞阙，亦以气度之名。卒于侍御中散。元享中，赠贾黄月、使持节、侍中、都督既定洛营并四宴横云朔时。周诸军事、大将军、太傅、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是曰孝宣。子月，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开国公。密长兄真，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王至桑木赐甘露，白至将及焉。有司以闻，诏标履礼，自荆州别驾，稍迁定安泰守，甚者生机。卒，
赠龙骧将军、荆州刺史，为代京城太守。神龟出卒。太昌元年，赠史持节、侍中。PG 486。都督定襄尹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曰吴康。子人，正光中，卒于河州别驾。太昌初，赠史持节、侍中。都督亲骑骑三州诸军事，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明穆。子冠，字小胡。永兴末，通直散骑常侍，今子光禄大夫。上时典狱。拔地者儿，美容貌，履历过人，尤善弓马。显祖时，与林壮江、黄兴忠主帐令。高祖初，给侍中，累迁散骑常侍。内侍常，坐侍死。子襄，字明贞，有气上。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与书辉俱使西域，还至河州遇贼攻围，陈县见害。太昌初，赠史持节、都督济仓二州诸军事、征东将军、冀州刺史。永熙中，重赠侍中、都督清徐光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文景。子永乐，新河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阳川县开国公。永乐帝弼，武定中，安西将军、瀛州刺史，安陵县开国男。者儿帝辉，字荣显，小字苟儿，聪明有气干，为任臣王，臣所知赏。景明中，起家奉朝请。延昌中，假员外散骑常侍。始于叶侯，西域诸国莫不敬惮之，破落侯，乌孙并因之以献名。马还拜冗从仆射。神龟中，迁设生校尉、左中郎将、游击将军。右甲平西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使夜搭。还至扶罕、蜀。莫折念身返于秦陇。时河州刺史原作为前刺史梁昭袭、景进等。昭引念身攻河州，坐以忧死。常使袁永平、至中孟兵、台使袁战共推挥行河州事，随皆有方，兵士用命。别驾起伏事则前通。景进挥杀之。征兵于吐谷浑，吐谷浑率众救之。景进败退走，奔秦州。景进寻绿羌一副来攻逼，挥遣统军六景相持表请。 PG 487。师赵辉人行河州事，久无援救，力驱陈县，为贼所害。永熙中，丧还洛阳。赠史持节、侍中、都督既定襄营仓五州诸军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谥曰文宣。子归义，有志烈。初除奉朝请，加威烈将军。与傅辉俱使。西域还都，稍迁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战功。后没余政。太昌初，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谥曰孝贞。子普，武定末，安南将军、太子左卫律。归义帝归燕，武定末，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
刺史安喜县开国南真地各拔广昌镇江卒赠燕州刺史子猛虎善善镇陆氏及居丧以致姓称遂绝患情子元国早卒赐显国武定末辅军将军问阳南显国弟达武定中骠骑将军行沧州事达弟永国征虏将军中散大夫永国弟子国武卫将军各拔少子胜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广平郡开国公子子愿武定末兼武卫将军密帝志字幼宁保古律镇江瀛州刺史子陀字南托沃野镇长卒赠郎协太守子雍字景云司徒从事后与少子司义俱奔萧衍卒于江南元相初丧骸特赠使持节散其常侍都督既定营仓幽武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冀州刺史子思宗武定末中军将军仪同三司兖州刺史上洛郡开国南司义特赠使持节散其常侍都督清兖骑三州军是车骑大将军尚书仆射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PG 488陀弟兴早卒兴子贵孙靖州刺史胡弟恒字叔宗慕容垂巨鹿太守太祖时绿郡将赐绝金县侯加龙乡将军人守巨鹿卒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是约会子道字史英袭爵拜都牧令迁镇南将军襄州刺史未及之职卒人以为赠是约庄子干字干奴好学宽厚有雅度袭爵金县侯后立将微博历南青州真鲁府司马威远将军善善镇远府长史人转汾州后军府长史白水太守所在以连平著称太昌初卒赠使持节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曰孝穆子侃字伯兴袭除南秦州长史卒赠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谥曰宣子绍字广祖袭爵兴和初真鲁将军沧州刺史侃弟腾字福兴卒于安东将军光州刺史襄城县开国公子至字祖谦司空中郎太尉主簿至帝景通直郎景帝会袭副爵腾帝隆之武定末太保尚书令平原郡开国公崔逞字叔祖清河东武城人也魏中魏衍之六世孙曾祖亮晋中书令祖玉是石虎为特进父于黄门郎逞少好学有文才遭乱孤贫躬耕于野而讲诵不废慕容委实郡举上妓院补助作郎传宴妓迁黄门侍郎及苻坚并慕容伟以为其郡太守
兼拜，司马昌明已逞为清河平原二郡太守，为敌辽所虏，授以中书令。慕容垂灭敌昭，以为秘书监。慕容保东走合龙，为留台吏部尚书。及慕容伶俐，逞携妻子王归太祖。张衍先称美逞，即见礼遇甚重，拜为上。PG 489。书任以正事，录36曹，别给隶属，居门下省，寻除御史。忠臣。太祖宫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逆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臣曰：取甚可以助粮？故非消食甚而改因，失称其。是太祖虽嫌其武慢，然兵既虚实，乃听以甚当租。臣又曰：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境。太祖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陵野而收甚乎？是何言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兴初，姚兴卿司马德宗襄阳戍，戍江西挥池使起，失于常山王尊。尊以闻。太祖召臣与张衮为尊书以答。初，挥与尊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备君臣之体，斥臣。衮亦贬其主号以报之。臣衮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达，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后司马德宗荆州刺史司马修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倍，一奔长安，一归广固。太祖初闻修之等将，大悦，后怪其不至，召兖州巡访，获其从者，问故，皆曰：国家威声远备，是以修之等贤欲归阙，即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太祖深悔之。自是世人有过者，多见忧容。逞七子，二子早亡，第三子异，异弟婴，婴弟一，一弟言，言弟则。逞之内喜也，终虑不免，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令归慕容德，遂奔广固。逞独与小子一在平城。即逞之死，亦以此为遣。一，字太冲，初为太子洗马，后稍迁散其常侍，赐爵清河侯。后世祖闻刘义隆以因为冀州刺史，乃曰：义隆之用其兄，我岂无冀州也？乃亦移为平东将军、冀州刺史，又为大鸿胪。持节策拜杨南当为南秦王，奉使数反，光阳朝命，世祖善之。即票其大将军、乐平王丕等都诸军取上归，使移击诏于丕前御。南当奉诏，后与方士为文秀义王巫山造金丹，不久真君出猝。PG 490。以五子，长子丙，字公礼，早中五子丙弟广，字公渊，袭爵拜平东将军。子法度，早中广弟轨，字公泽，太子中舍人，镇南司马。轨弟穆，字公和，早中穆弟瑞，字哲，小字南纪。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诸
从。兄景真以子思书继瑞。思书少为中书学生，迁中书博士。世宗时立上党，举陆太守。自忱之死至瑞之诛，三世积五十余年而在北一门敬矣。初，三齐平依孙相如入国，以才学之名，举冀州秀才。早卒。相如地狱在数亿传。忱兄氏字宁祖，亦有名于时。慕容垂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是曾孙延寿冀州主薄，亲才好诗，甚收相取之誉。延寿子隆宗，简律爱友，居丧以孝文。立为冀州别驾、兰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咨议参军，冀州中正、中军大将军府长史。人姓呆兀，出于至臣，故见重于世。卒，赠前将军、齐州刺史。谥曰孝。子敬宝，员外散骑侍郎，冀州仪同府从事中郎。卒，赠冀州刺史。子子恒，官至真鲁将军、鲁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冠军将军、西兖州司马。子安弟子申，开府参军。武定中，做连元警事，兄弟并服。法丰邑，字触德，渤海条人也。曾祖是晋东仪校尉。父放慕容伟吏部尚书。兄服慕容超太尉。义俊伟有才气，能属文。与服虽器形有长短，然名未略其。是慕容宝，未至中书令，名 PG 491部尚书。宝拜归阙，除给事黄门侍郎，都做大官，宁朔将军。张安子太祖数引荐，问以慕容旧事，亦应对书慢，废还家。太宗初，傅真拜都做大官，晋爵为侯。太常二年卒。易传晏书颇行于世。子玄之作与司马国凡、温凯等谋乱，伏诛。临行，太宗谓之曰：“中不令绝汝种也，将幼而一子。”玄之请曰：“弟前之子摩奴，字君明，早孤，岂全其命？”乃杀玄之四子而赦摩奴。摩奴被行为宦人，崔浩之诛也。世祖谓摩奴曰：“汝本应权，所以致行者，是由浩之故。”后为中曹监、西使张掖，赐爵父臣子，加建威将军，给侍中。久之，初为冠军将军、怀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赠平东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公，谥曰定。以族子书念为后，高祖赐名回。回复见，即慕容伟太尉义之后也。回黄兴初为中书学生，袭爵父臣子，累迁太子家令。世宗即位，以回行华州事。回在周边中散大夫党志孙为尚书左丞为基纠奏免寻除镇远江军安州刺史。山明苑圃，父子兵旅同寝一室。回下车乐，令别处其俗遂改，真为太尉长史，平行定州、徐州事。寻除
后将军，汾州刺史。肃宗初，转凉州刺史，加右将军，故辞不拜，仍受平北将军、瀛州刺史。时大臣寇乱之后，加以水疗，百姓困乏，回表求郑绪，免其兵调，州内甚赖之。又为度支尚书，巡转都官尚书、冀州大中正、荥阳镇云产市长秋卿刘腾，获腾子携四百匹的为安州刺史。除书但出，目往一回，坐未定，未回曰：“我为安州，卿知之否？彼徒之身，何事为变？”回答之曰：“卿何国宠临，位置方薄，虽不能拔元魁，去之父疑思方略以济百姓，如何建造而问至生乎？峰回不为商贾，何以相视？”云 PG 492。惭愧失色。林太后临朝，召百官问得失，群臣莫敢言。回对曰：“其孔丘为司寇，十日而诛少正卯，鲁国肃然，七巧自袭，鸡蛋行路，不必兄弟，周道用龙，徐衍专行仁义，齐国乃灭。自古及今，未有不立威行而能治者，请来颇由常例宽待，轻包百姓，盗贼群起，请速行书，以惩未犯。”太后亦纳之，而不能用，转为骑兵尚书、领御史中尉。尚书又仆射元清与从父兄立妻崔事兼通，回乃合奏，时人称之。除镇东将军、冀州刺史。肃宗末，征为殿中尚书，平表训职，以为右光禄大夫。庄帝初，遇害于河阴，时年77。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空公、定州刺史，谥曰孝宣。长子龙之、武定中、开府仪同三司、齐州刺史、安德郡开国公。子子会、武定中、渤海太守。龙之弟兴之，字祖咒，精明行修，恬肃清静，起家太学博士。员外郎初为营记二州平北府长史，所立有当官之誉。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赠散骑常侍、府军将军、雍州刺史。巡总赠殿中尚书，谥曰文。子孝婉，字子倩。武定末，开府中郎。孝婉弟孝衍，秘书郎。新之弟言之，字祖业。天平中，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善献开国子。摩奴既已回为后，请于显祖，赠建应远将军、沧水太守。见长子林，字彦宝。显祖末，本州表贡，拜中书博士。高祖初，大军南讨，临参镇南军事，后为河南七州大使，还拜中书侍郎、与侍中、南平王冯旦等议定律令，赐布帛600匹，吏610，马牛各一千。太尉长史，转司宗下大夫，有长者之。 PG 493。称行东兖州事，即改定百官，除司空常史，初为立中将军、南青州刺史，兼散骑常侍、持节、西道大使，
还为长监太中大夫，转广平内史，又为光禄大夫。世宗末，除后将军、下州刺史，真为安东将军、光禄大夫。神龟二年卒，赠史持节、辅军将军、襄州刺史。子元称，元称弟子胜，并早卒。子胜弟子师，武定末，沛郡太守。林子素在《文苑传》亦从兄子凯，字思悌，亦之孙也。父劝慕容垂侍中、太常卿。凯给侍黄门侍郎，散其常侍。后入代都，明初义子玄之右，具作司马氏侍死。凯妻卢玄姐也。凯字伯达，弃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显祖末，伯达子修节内入，祖母卢犹存，垂百岁矣，而李已死。修节高祖时以归国勋为河监太守，兼冀州咸阳王府咨议参军。修节从弟灵佑，是刘义隆为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白要平三旗，灵佑率二百人一白要将，赐爵下密子。后除建威将军、渤海太守。卒。子敬寿喜爵。肃宗时为扬州治中，以师益州为刺史员。至所杀。世据志传。子子由武定中，开府中兵参军。敬寿帝傍卒于冀州别驾。傍帝粲起家荆州长留参军、司空水曹参军、殿中侍御史。累迁征东将军、广州长史。还除光禄大夫。卒赠卫将军、冀州刺史。回族书轨，字广度。沈景好学，博通经传。与光禄大夫武义孙惠为同志友善，惠为每推轨曰：“风声之于京邑，非但章据可齐，其标明纲格，统括大规，无所服儒者多矣。”善自修。PG 494。节仪容甚伟。或曰：“学士不是修士，此贤何独如此？”鬼文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视，何必蓬头垢面，然后为贤？言者惭退。”太和中，拜著作左郎，稍迁尚书仪曹郎中，兼员外散其长是贤命高丽，高丽王云视其偏远，称疾不轻受诏。鬼正色节之，欲以大义，云乃北面受诏。先是契丹掳掠边民六十余口，又为高丽拥掠东归。鬼据闻其状，遗书征之，云悉资给遣骸。有司奏鬼远使绝狱，不辱朝命，权宜小位，边民来苏，宜加爵赏。世宗诏曰：“权宜真口，使人长体，但光阳有称，宜赏一皆。”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修入为吏部郎，以兄考试干鬼。鬼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救君故亏之也。”修叹其守正。鬼在台中，称为儒雅，奏请遣四门博士名经学者，检视诸州学生，诏从之。寻除国子博士，加扬武将军。贾通直散其常侍，
为劳汾州珊瑚。司空清河王义表修明堂辟雍赵百僚即义。诡异曰：明堂者，不正之功，在国之阳，所以严父配天，听朔社教，其今构之事，盖以上矣。故州官将人职云：夏后氏世事，因人重污，州人明堂五室九阶四户八窗。郑玄曰：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护之以见同志，然则三代明堂其志义也。按周与夏因损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服革明武士之义的天数矣。是以郑玄又曰：武士者，相武行也，然则九阶者，法九土，四户者，达四时，八窗者，通八风。臣不义之大犯，有国之恒始。若其上元下方以则天地，通水桓公以节官者，毛盖白胜为之执事，赤坠白坠为之护友，皆典及所据载制度之名义也。在秦之事，焚灭五典，毁黜三代，变更先圣，不依旧宪。故吕氏月令见九世之义，大代之礼者时，二唐之论，汉臣秦法亦未能改，东西二经俱为九世，是义。 PG 495。黄图、白虎通、蔡邕、应绍等咸称九世以向九州，十二唐以向十二臣。夫是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事不过五；依时布政，故堂不逾四。周之与臣，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其用安在？今圣朝欲遵道训民，背礼化物，宜则无事，以为永治。至如庙学之贤，台沼之杂，元准之徒以论证矣，宜论据在，不复虚载。寻以本官行东郡太守，迁前军将军，行下州事，好力调教，所在有机。转太子仆射，迁延卫少卿，加征虏将军，卒赠有将军、冀州刺史。初，鬼身为郭作所知，作常谓子景上曰：风鬼高绰耳，人并干国之才，必应远志。吾平生不忘进举，而每见此二公，非直为国进贤，亦为汝等将来之精良也。其见重如此。鬼计以方直自业，高绰亦以封盖立名。尚书令高照拜司徒，绰送迎往来，鬼敬不易。绰故不见鬼，乃具归曰：吾一生自谓吾谦规矩，今日举措不如风声远矣。鬼以悟得甚言，修身之本兼回禅佞，视之俱害，乃为悟得甚言远佞。房间四界文多不载。鬼长子韦伯，字君良，博学有才思，若冠除太学博士，美朝廷大义，韦伯皆欲焉。雅为太保崔光，仆射由赵所知赏。太尉清河王义辟参军事，亦亲为孝经解古，命韦伯为南立九条，皆发起引漏。韦伯又讨论礼、传、诗、义，仪式数十条，儒者咸称之。寻将经史明堂，广集儒学，议其志笃。
九五之论，久而不定。韦伯乃搜检经纬上明堂图说六卷。正光末，尚书仆射萧宝寅以为关西行台郎，及宝寅为逆。韦伯乃与南平王炯虔结关中豪右为子灿等谋举义兵，事发箭杀，年三十六，时人袭之。永安中追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营州刺史，听义子出身。韦伯无子，转授第三弟义。韦伯传封 PG 496。是本录六卷，并诗赋碑垒杂文数十篇。韦伯帝业，字君修，奉朝请领殿中侍御史。早卒。叶帝义，字君瓒，美容貌，腰带实为，以兄韦伯历节之勋，除给侍中，后加扬烈将军。武定出卒。义帝树，字君义，武定末，言未少卿。树帝寻，字景文，尚书起部郎。使臣曰：高晋侯才见明远，见机而作，声名俱少，是宰人，因天所赞也。崔逞文学气实，当年之俊，虑远乎为，俱以为惑，则有资修烈，绝世不言。封亦获权为姓，回乃客光家，是不乏人矣。 PG 497。列传第21。宋颖、王显、屈尊、张仆、古浑、公孙表、张继、李先、贾谊、薛提。宋隐，字处墨，西河界修人也。曾祖是晋昌黎太守，后为慕容伟长史。祖活，中书监，副公、尚书、徐州刺史。慕容俊喜业，公使家于广平列人焉。隐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专精好学，不以兵难易操。是慕容垂立尚书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别驾。太祖平中山，拜隐尚书吏部郎，车驾海北。赵隐以本官府魏王一镇中山，寻转行台右丞，领选如故。拜义老病起骸骨，太祖不许，寻以母丧归列人祭葬，被征，故辞。以病而周俊切以其会，隐乃弃妻子，兼行避焉，后逆于长乐，知京县数年而卒。临终谓其子侄等曰：苟能入顺父兄，出替乡党，是俊幸而至公曹使，以忠亲奉之，则足矣，不劳远役。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言门户之类耳。若望无言，是为无。 PG 498。若富也，使鬼而有之，无不归时矣。有五子，第三子温，世祖时征拜中书博士，卒追赠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猎人定侯。温帝衍，显祖初从征彭城有功，拜名威将军、冀北太守。衍子父，字伯瑜，州别驾，隐帝府，字处人，少慷慨有大操，博览群书。周辟别驾，早卒。隐书复洽，为慕容垂尚书。太祖之为中山也，洽律所领专，
守北围。当恰所统，官军多被伤杀，太祖特生愤恨，即陈平，遂杀之。子顺训并下府行。恰第四子宣，字道茂，时年数岁，亲人窃逃以免，后与范杨卢玄、渤海高允及从子英俱被征，拜中书博士，寻兼散其长。是使刘义隆加冠军将军，赐爵中都侯，领中书侍郎、行司、立校尉。真君七年卒，赠司隶，侍检侯。子模，字干人，袭爵，卒于辽西太守。子鸾，字真和，袭爵，东关太守。鸾弟琼，字普贤，少以孝行称，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琼梦想见之，求而遂获，时人称义。母中周郡吕辟皆不久，卒于家。子仲美，武定末尚书水部郎。王宪，字显泽，北海巨人也。祖猛，苻坚丞相。父修，河东太守。宪幼孤，随伯父勇在业。苻披称尊号，父以勇为丞相。勇为慕容永所杀，宪奔清河，匿于名家。皇始终，余驾赐赵郡。知高义，宪乃归臣。太祖见之，曰：“此王猛孙也。”后李呆之，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氏，兼掌门下。世祖即位，行廷尉。清初为上古太守，加中垒将军，赐爵高堂子。亲身律下，封化大行，寻拜外都大官，后为中都，历任二曹，段誉称止进。PG 499，爵据县侯，加龙乡将军。初为并州刺史，加安南将军，进爵北海公，境内倾诉，及海京师，以县元老，特赐锦绣、布帛、棉、彩、珍馐、礼膳。天安初卒，年89。赠镇南将军、青州刺史，谥曰康。子崇袭早卒。子仲至袭，历中山侍郎、安西将军、英州刺史，有清平之称。崇帝仪，字道长，少以赴任为中书学生，稍迁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查清、徐、兖、豫，抚慰心腹，官审风俗，还迁南部尚书，在任14年。时南州多事，闻奏迎己，送者田门，一性如缓，尾随不断，终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肃、邓宗庆等号为明察，勤理实务，而二人中见诸路，于时数人或处或免，为一簇的自保。时人为之语曰：“时吃时昏，中的保存家。”散其常侍、右将军，赐爵东平侯。未几，拜安东将军，进爵乐安公。初为持节、镇西将军、秦州刺史，改为华山公，散其常侍如故。后入为内都大官。卒。子祖念，袭爵，官至东平太守。立将爵为侯，卒赠宁朔将军、光州刺史。子庆忠袭爵，
给事中，实会无形，作事绝除。祖念帝云：自罗汉颇有风尚，自尚书郎入为中书舍人，转司州别驾，光禄少卿，改授位为少卿，初为冠军将军、尚书、兖州刺史，寻进号真鲁将军，在州作受所部金山戍主杜于财货，又取官眷，因染割役，御史纠合，复廷尉，欲赦免。西平二年，卒官，赠平南将军、豫州刺史，谥曰文昭，有九子，长子兴，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氏，兴帝辉，字元绪，早称机务，历尚书仪曹郎、中书舍人，赠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兖州刺史。辉帝干，字仲明，秘书郎、司徒主簿。天平中，为道所害。PG 五百。屈尊，字子皮，昌黎图和人也。博学多艺，名著当时。为慕容永尚书仆射、武员公。永灭，垂以为柏林令。太祖南伐，车驾信鲁口，柏林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阳太守崔玄伯东走海。兵蜀城常利率多逃窜。尊独告其立名曰：往年保师大败，今兹垂真不还，天之气焰，人服之也。为帝神武命事，宽仁善，那欲众百万，号令若一，此汤武之师，吾欲归命，尔等免之，勿欲家运而为祸先。遂归太祖。太祖素闻其名，后加礼焉，拜中书令、出纳王言兼总文告。中原济平，赐爵下蔡子。从驾还京师，卒，时年七十。子胥袭除长乐太守，加镇远将军，进爵信都侯。卒赠宁北将军、昌黎公，谥曰公。少子处真袭爵，处真卒，子车渠袭爵。高祖初，初为东阳镇将。卒赠青州刺史，谥曰庄。胥长子元，字长生，婶生有局量，少纂家业，尤善书记。太祖初，给事诸曹。太宗谥迁将作监，统京师诸属。世祖即位，稍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以破平凉宫，赐爵济北宫，加平南将军，后转中领军。宫宗在东宫，原领太子少傅，后都诸军东伐，进号镇东大将军。师赐合龙，冯文通至牛九以犒军，献甲三千。原则其部送世子，数之以亡命，遂掠男女六千口儿。还原在宫宫镇，内外称其平当。世祖信任之，委以大镇车驾出征，常居中留镇。与襄城公鲁鲁元俱赐甲第，世祖树灵性，赏赐龙后。征军四年，坠马卒，时年五十五。时世祖姓阴山，宫宗遣使臣传奏状，世祖甚道袭之。谓使人曰：汝等杀朕良臣，何用臣马？遂令不归。赠征西大将军，谥曰陈宫。长子官，早卒。
世祖敏之，赐其子男爵。官帝道赐，其祖爵。道赐，少以赴任，内侍左右。稍迁主。客进为尚书，加散其常侍。善其射，机变有辞器，世祖甚器。PG 501之从征盖吴，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还至雁门，报疾卒。谥曰哀公。子拔，袭爵。拔少好阴阳学。世祖追思其父祖，年14，以为南部大夫。时世祖南伐，秦刘义隆江湖胜之，以复拔。拔酒醉，不觉胜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斩之。江福至，世祖怆然，曰：若鬼而有之，长生问其子孙，正何以应之？乃赦拔，免为散大夫。后显祖以其功臣子拜瀛州刺史。卒，子永兴袭爵。张仆，字玄泽，河内修武人，本名摩，后改为仆。汉太尉。延之后，复潘、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书，以清方称。仆少。有复封，颇设文史，以端景见之，为慕容保阳平、河间二郡太守、尚书左丞。太祖定中山，保之官司续用者，多降品质。即素闻仆名，仍拜为尚书左丞。天兴中，以仆清景方正，迁东部大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为内都大官，赐爵太昌子，参爵庶御，司业不行，号为公正。太常初，丁零敌猛却驱逼利民入白尖山，谋为大逆。诏仆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等往讨，道生等欲进以大兵击之，仆曰：良民所以从猛却者，非乐乱而为，皆逼凶威，强服之耳。今若只以大军临之，利民虽欲反善，其道无由。又据诸夷，必病逝，而据官军，然后入山弑祖，狂祸于民，其便未意图也。不如先遣使谕之，使民不与猛雀同谋者无作，则民必喜而惧将矣。道深甚以为然，具以奏闻。太宗召仆军前未遇，乃下数千家，还其本属，仆皆安及之。猛雀与清党百余人奔逃，仆与道深等追，斩猛雀首，送京师。后刘裕叩切和表，以仆为南中郎将、南蛮校尉、历平南大将军长孙嵩往遇之，欲入长安，乃还。后改为寿张子与安平公叔孙建将兵自平原东渡，训下刘义扶清演诸郡。赵家成兵将。PG 502军。冀州刺史又与建功青州，不克而还。世祖即位，以仆清平，妻子衣食不给，乃出为襄州刺史。扶弱抑强，尽善处恶，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于州，年72，吏民痛惜之。仆在谋臣之列，屡出为将，朝廷清论，常为称首。赠平东将军、广平公，谥曰文公。子昭有志操。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太宗即位，
为内主书，后袭复爵。神宗从真如如以恭敬爵修武侯，加平远将军。延和二年，初为幽州刺史、开府、嘉宁东将军。时幽州年谷不登，州领虚庆，民多菜色。昭谓明利曰：“何我知不得而欲其食乎？”乃使妇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敌运外境，贫弱者劝以农桑，遂乃大熟。侍女称颂之。在任三年，卒。子敞袭爵。早卒。敞弟临服。真君八年，补中书博士。和平中，咸阳郡明诏。昌聚党作逆，百姓骚动。赵林福宣旨未遇，民乃复业。天安初，迁中书侍郎，赐爵昌国子。延兴中，使南豫州观察风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将军、广平太守，还为尚书左丞、司州大中正。后除镇远将军、齐州刺史。十六年，转光州刺史、嘉利中将军。卒。古浑，字元冲，昌黎人也。复演，履历坚人，弯弓三百斤，勇冠一时。是慕容垂，至广武将军。浑少有父风，任侠好气，以父母在，常自退役，晚乃折节。受精液，遂揽群疾，被俘累辱者。太祖时，以善隶书为内侍左。右太宗是迁前锋将军，从幸河南，还以选给侍东宫。是祖即位，为中书侍郎，加镇威将军。从真贺连昌为骁骑将军。迁侍中，安南将军领仪曹尚书，赐爵濮阳公。浑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去舍不与己同者，视之灭如也。然爱众旧故，不以富贵骄人，时人以此称之。在官廉直为士。PG 503，祖所器重，诏以浑子孙十五以上悉补中书学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道袭之，亲临其丧，赠赐封后，谥曰文宣。子产，字崇基，小字长命，袭爵。少侍东宫，稍迁平南将军、襄州刺史，入为外都大官。延兴四年卒，谥曰简公。产弟季孙袭爵。中书学生，入为秘书中散，迁中部大夫。初为土经镇江。产子弘，字元孙，少受学中书。世祖以弘机敏有祖风，令入受高宗经。高宗即位，以旧恩为散其常侍、南部长，迁尚书，赐爵荥阳公。弘性贪奢，仆妾衣服锦绮，资累千金，而求御资。据时显祖就李俊等出至京师，官给衣服，弘折节眉，唯有私所究，并穷其前后赃罪，作以伏法。子颖，青州征东大将军，广陵王与田曹参军，员外散骑侍郎，给侍中、尚书郎，加威远将军。除员外散骑常侍，巡转中散大夫。大军伐蜀，时益州刺史傅树演出为别将，以引全行。周氏
后出假节，镇远将军、凉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傅少卿。又加前将军。神龟二年卒。赠平东将军、瀛州刺史，谥曰真。长子纂，字灵绍，颇有学舍。解贺太学博士，领事御史。稍迁著作郎、司州治中、黄门郎、散骑常侍，又为侍中、监殿、中尚书。迁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瀛州大中正。纂前为者。作又兼国史，不能有所积缀。纂弟世辉，字少达，少好琴书。初为侍宗晚郎，除奉朝请。正光中入侍，甚为肃宗宠呆。元差之初，灵太后反正，少达欲有立焉，迁谏议大夫，而转通直散骑常侍、直阁将军、鸿胪。少卿封元城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太后必信正眼，据少达监，构于地，每因言赐，导少达为州。少达单宠，不愿出外。太后诬其罪而杀之。公孙表，字玄元，燕郡广阳人也。游学为诸生，慕容冲矣。PG504。为尚书郎。慕容垂破长子，从入中山。慕容保走，乃归阙。以使江南称旨，拜尚书郎。后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事要，权柄推移，遂至亡灭，且国俗敦朴，世欲寡少，不可起其机心，而导其巧力，身非之。表称纸上含飞书二十卷。太祖称赏。太宗初，表参功劳将军元区军事，讨土经叛胡，为胡所败。表以先见纸区，太宗善之，赐爵固安子。河西击胡刘虎据节流。明反于上党，南寇河内。赵表讨虎，又令表与姚兴洛阳戍江。节其使备河南岸，然后进军讨之。石湖内自遗祖，更相杀害。表以其有解散之事，遂不与戍江相闻，律众讨之。法令不整。为胡所败，军人待被伤杀。太宗深嫌之。即刘玉珍、姚兴、兖州刺史未见闻寇至，弃华台北走。赵表随受光侯叔孙建屯方投。太常七年，刘裕死，亦取河南清地。太宗以为略地至淮、华台等三城自然面覆。表固执宜先攻城，太宗从之。于是以西京为都督，以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京等济河，表攻华台，历时不拔。太宗乃南巡，为之声援。表等即克华台，引师西伐，大破刘义隆、江迪广等于土楼，遂为虎牢。车驾次集郡，使昌子苏坦、太史令王亮奏表至军虎牢东，不得立辩之地，故令贼不食灭。太宗雅好术数，又积前分，即攻虎牢，士卒多伤，乃使人夜就帐中议而杀之。时年六十四，太宗以贼莫退，秘而不宣。初，表与渤海丰凯友善，后为子求凯从女，凯不许，表甚嫌之，即封氏为司马国藩所带。
太宗以旧卒欲援之，表故振其罪，乃诛封事。表为人外合内忌，时人以此薄之。表本与王亮同寅属，及其出也，亲无量，故至于死。第二子轨，字元庆，少以文学之名，太宗时为中书郎，初从征讨，补诸军司马。世祖平贺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 PG 505，令任一取金玉，诸将取之银怀，轨独不探把。世祖乃轻探金赐之，谓轨曰：“卿可谓临财不苟的，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后兼大鸿胪，持节拜低王杨玄为南秦王，即进玄不交迎。轨数玄曰：“习为他跨惧，即露假志，匍匐奉顺，故能垂民竹帛。今君王无肃公之礼，非藩臣也。”宣使其属赵客子对曰：“天子以六合为家，孰非王庭？是以感请入国，然后受也。”轨答曰：“大夫入境，尚有交劳，而况亡命者乎？请奉册以还。”玄惧，亦交受命。轨使还，称旨，拜尚书，赐爵燕郡公，加平南将军。即刘义隆将到燕之遣其部将姚纵夫济河，攻邺坂。世祖虑，更北入，遣轨屯湖关。会上党丁临叛，轨讨平之，初为虎牢镇。将初，世祖将北征，发明驴以运粮，使轨部一雍州。轨令驴主皆家眷一匹，乃与受之。百姓为之语曰：“驴无强弱，辅己自壮。”众共吃之。作真还。真君二年卒，时年51。轨忌死，世祖谓崔浩曰：“吾行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受祸纵贼，使至今于间不除，轨之旧也。”其出来，单马执鞭，反去，从车百辆，载物而南。丁临渠率陈山骂轨，轨怒，取骂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杀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到薄，分折刺之于山树上，以饲其愤，是忍心不忍之事。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无必足而诛之。轨中的取于封氏，生二子，兵瑞兵袭爵，拜内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赠幽州刺史。瑞字文书，初为东宫吏，稍迁移曹长，赐爵阳平公。十显祖于院内立殿，敕中密群官至明。瑞曰：“臣闻至尊至贵，莫崇于帝王，天人亦损，莫大于谦光。夫为陛下公堂于之德。” PG 506。存道遗神，逍遥物外，公居之名，当挟睿止。臣愚以为疑曰：“崇光奏可。”后卒于南部尚书，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宣。睿妻崔浩帝女也，生子良，字尊伯，聪明好学，为尚书左丞，雅有干用，为高祖所知遇。梁帝恒，字道经，梁推爵让之，是至司职。梁以别公，赐
绝昌平子，字崇基袭，鬼地直，字元直，有经义，颇书文。初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世祖征凉州，刘仪都望穆受府公宗。时如如陈虚犯塞，侯其至于京师，京师大震，受雅信任职，以为谋主。直信好波，是博士者闲云寇必不来，故不谋备。由直己至拜国，后生字都立，屡进党言，超迁尚书。征军九年卒，追赠中护军将军。光禄勋，幽州刺史，广阳侯，谥曰公。第二子岁，字文庆。初为选部吏，以激情，稍迁南部长。夫奏有称，迁南部尚书，赐爵范阳侯，加左将军。高祖诏岁与内都壮江，上古公张书律重讨萧泽武英术。后高祖与文明太后引荐王公以下，高祖曰：“彼年方割基，内及京城三部，与百姓颇有益否？”遂对曰：“先者人民离散，主司委多，至于督察，实难其整。自方割以来，重负一半，时有大义。”太后曰：“诸人多言无益，轻言可谓时至机矣。赵李杨被掠之兵，有得海者，赐绢二十匹。”遂奏为贵贱等级。高祖称赏，依立将侯，改为襄平伯。初为使持节、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以遂在公一计可计，下诏包数，加镇东将军、领东、一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于官。高祖在叶公，为之举哀。使百度为新青州左吏，以为所服。诏曰：“今古时书，李获龙沙，专故也，李与今为专经也，大乖囊意，当斟酌两图，商量得失。” PG 507。立民之情亦不可苟顺也。主簿近代相臣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于无福，大臣寥落，可准诸境内之民，为其衰三月。子痛使袭爵，卒于给事中。痛使弟同庆笃后连胜，为司徒田曹参军，李崇骠其府外兵参军，随崇北征，有方直之称。遂瑞为从父兄弟，而瑞才气小忧，又封氏之身，崔氏之婿，遂母雁门李氏的望县阁。据陆太守祖继真，多识北方人物，美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及兄会即便有世数之意。张继字世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骁骑将军，永灭来奔。太祖善之，拜建节将军，赐爵陈济侯。随从征伐，累者功绩。登国末，卒。既涉猎书传，轻便美仪容。太祖爱之，引侍左右、与公、孙表等俱为行人，拜散骑侍郎，袭爵。先是，姚兴遣将攻洛阳。司马德宗雍州刺史杨权其遣使起师于常山王尊，尊以状文，太祖遣祭为尊从侍中郎报之。祭字
襄阳还。太祖问济江南之事，济对曰：司马昌明死，子德宗戴笠所部州镇，迭相攻击，今虽小定，军若城墙，全无纲纪。臣等既至襄阳，权其问臣，未出伐中山几十万众，臣答三十余万。权其曰：魏国备甲戎马，可有几匹？臣答曰：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权其曰：以此讨羌，岂足灭也？又曰：未定中山，徙几户于北？臣答曰：七万余家。权其曰：志在何城？臣答曰：定都平城。权其曰：有如许大众，亦贺用臣焉。又曰：魏地为御，九都平城，将复千乎？臣答：非所知也。权其闻朝廷部都山东，冒有喜色，曰：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为今日。羌寇狡猾，平清河洛，夙夜幽围，今此寡弱，仓库空竭，与君 PG508 变为一家，亦所无悔。洛城救援，仰视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臣，宁使未取。臣等欲分向扬州。权其曰：蛮贼护起，水行甚难，魏之军马已据华台，于此而还，从北到东下，乃更便直。晋之法治有益于魏，京都独襄阳，魏以外事有欲征讨，则便新发，然后表文，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事不举，亦不成台命。太祖嘉其慈顺，乃后赏其使，许就洛阳。后迁业者仆射，报使姚兴，以类使称旨，拜胜兵将军。平从车驾北伐，计谋功居多，赏赐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口。天赐五年卒，子多罗袭爵，做侍除。李先，字荣仁，中山卢奴人也，本自梵高祖庙会，少好学，善战相之术，师事清河张玉遇其之，是苻坚尚书郎。后慕容永闻其名，迎为谋主。先劝永拒长子臣，永遂称制，以先为皇门郎、秘书监，垂灭永，徙于中山。皇时初，先于景行归顺。太祖问先曰：清河国人？先曰：臣本赵郡平吉人。太祖曰：朕闻中山土广民殷，信而已不。先曰：臣少官长安，人是长子，后乃还乡，观望名士，识字殷广。又问先曰：朕闻长子中有李先者，亲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亲识朕不？先曰：陛下甚得英福，则被发表，龙颜挺特，臣安敢不识。太祖又问曰：卿祖父及生关西立何官？先对曰：臣大负重，晋平阳太守，大将军右司马；傅凡石虎乐安太守，左中郎将；臣伏披尚书右主客郎，慕容永秘书监，高密侯。太祖曰：卿既素士，履历名官，经学所通，何典为常？先对曰：臣才识于案，少习经史，年荒废忘，
石油通六。又问兵法风角清晰通不，先曰亦曾习读，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时亲用兵部，先曰臣时蒙显任时参兵。 PG 509。是太祖后以先为丞相魏王府左常侍，从宜平业到义台破慕容领军回定中山，先每一进策所向客平，东驾还带以先为尚书右中兵郎。太祖谓先曰今如汝屡来犯塞，朕欲讨之，卿以为何如？先曰如汝不识天命，篡服荒朔，屡来偷窃，惊动边民，陛下神武威德侠阵，举兵征之，必将摧殄车驾，于是北伐，大破如如，赏先奴婢三口，马牛羊五十头，转七兵郎，迁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问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一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制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际，天文秘伟不可计数。陛下臣欲集之，言至天下诸州郡县搜索背诵，主之所好，极易不难。太祖于是颁至天下，荆棘稍急。太祖之讨姚兴于柴壁也，问先曰兴屯天度，平据柴壁，相为表里，今欲舔之，即将安出？先对曰臣闻兵已正合，战已其胜，如闻姚兴欲屯兵天度，立其粮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其兵先邀天度柴壁左右，沿设伏兵，备其表里，以陛下神策，观时而动，心欲进不得，退又乏粮。夫高者为敌所欺，深者为敌所求，兵法所计而心居之，可不战而取。太祖从其计，心过败归。太宗即位，问左右旧臣之中为先帝所亲者有谁？时兴袭公王洛而对曰有李先者，最为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荐，问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识？先对曰臣愚戏才行无闻，是以忠直奉上，更无异能。太宗曰卿是言久。是先对曰臣闻尧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人贤，天下怀服。今陛下功秉劳谦，六合归德，侍女能言，莫不庆变。PG 510。俄而赵先读韩子连珠22篇，太公兵法十一式。赵有思曰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自今常宿于内。四先卷50匹，丝50斤，杂彩50匹，御马1匹。拜安东将军，受春侯，赐吏户22。赵先与上党王长孙道生律师席逢拔以连城，克之，西虏其众，乃进讨合龙。先言于道生曰以密使兵人人备青草一束，各5尺围，用田陈堑，攻其西南，绝其外援，勒兵急攻，
贼必可擒。道生不从，遂略民而还。后初为武义太守，有志明。世祖即位，真为内都大官。神二年卒，年95。诏赐金缕命服一袭，赠定州刺史、中山公，谥曰文义。子炯，袭爵，为京兆，即因二郡太守。卒。子钟馗，袭爵，降为子。钟馗弟奉子，奉子弟求子，并中书博士。奉子子玉，字元楷，少为中书学生，聪明强识，涉猎经史。太和初，立秘书令，齐郡王友。初为征西大将军长史，代奉义太守。积数年，抚解霸郡，遂居长安。每县古人参与之法，乃采访蓝田，公往公爵的若环璧杂器行者大小百余，烧得粗黑者，亦切甚以骸而至家观之，皆光润可玩。欲乃追七十枚为谢，日服食之，余多会人。后遇及闻者，更求于故处，皆摩所见。冯义公元怀等得其玉，擢为契佩，皆先民可保。玉服今年，云有效验，而世事寝食不精节，又加之好酒损志，及嫉妒，谓妻子曰：“夫玉平居山林，排气是玉，或当大有神力，而无酒色，不觉自至于死，非药过也。然无尸体，必当有意，勿变宿病，令后人知参服之妙。”十七月中旬，长安独热，欲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试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闭，常谓之曰：“君自云参玉有神验，何故不受寒也？”言弃齿起纳珠，阴虚。PG 511。数其口，都无晦气，举脸于官，兼职不轻微。此时犹有一玉屑，数斗驼甚纳珠关中。初天心中，先子密问于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是他主也。”先告曰：“魏也，国家政化长远，不可促穷。自皇始至其寿禅，十百五十余岁矣。贾谊，字彦伦，本武威孤臧人也。六世祖父，为幽州刺史、广川都亭侯，子孙因家焉。父为苻坚巨鹿太守，作善棒细玉。宜年十岁，亦长安送父获身，远近探之，谦曰：‘此子英俊。’贾谊之后，莫之与今。若冠，为慕容垂骠骑大将军、辽西王农记事参军。太祖先闻其名，常遣使者求谊于垂，垂迷增气境，更加宠至，迁骠骑长史、代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宝来寇，大败于参合碑，执遗及其从兄代郡太守润等。太祖即位，拜尚书左丞，参与国政，加给侍中。于夜至行台，与尚书合拔正业，朝携出赴。酒乃召还。天赐末，以请益温汤疗病，为判湖所居职，送于姚兴。积数年，顿归。又为屈盖所职，与宇悦之，拜秘书监。年61。卒。世祖平贺连昌。
子秀迎其师臼，葬于代南。秀，立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杨烈将军，赐爵扬都南、本州大中正。公宗崩，以爵海地，继而掌立曹氏。高宗以秀东宫旧臣，进爵扬都子，加镇威将军。时丞相以浑善作威服，多所杀害。浑妻数幸而求公主之号，屡言于秀，秀默然。浑曰：“公是魔所不从，我请公主，不应何意？”秀慷慨大言，对曰：“公主之称，王姬之号，尊宠之极，非庶族所宜。若假窃此号，当必自救。秀宁死于今朝，不取笑于后日。”浑左右莫不失色，为之震惧，而秀神色自若。浑夫妻默然含愤。他日，乃书太医给侍阳惠父必作老奴官签，自令以示秀。浑每欲四系献之，惠浑服诛，遂得免难。秀执镇守制，皆此类。PG 512。也。时秀与中书令渤海高允俱已如旧见重于时，皆选拟方悦，以寻访见刘，各听长子出为郡守。秀辞曰：“源自于为惩罚累计，少而受恩，老无成效，恐先草漏，无报书思，岂直无功之子，超其先达。虽仰感圣慈，而俯身惊惧，岂收臣命以安为臣？遂故让不受。自始及终，立奉武帝，虽不至大官，常掌机要，而廉清俭，曰不盈资产。年七十三，欲疾，给医药，赐几丈，时朝廷举动，及大事不决，每遣尚书、高平公李夫就地访爵。皇兴三年卒，赠本将军、冀州刺史、武义公，谥曰简。子俊，字义陵，袭爵。拜秘书中散，军曹令。初为显武将。军荆州刺史。依立将爵为伯。先是上洛至荆州，后改为洛州，在崇山中，名不知学。郡乃表至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在周五载，清静寡事，利民易安。迁洛后，郡朝京师，赏以粟帛，锦民出促，赠本将军、光州刺史。子叔修袭爵，除给侍中。卒。子兴袭爵，兴帝兵，立尚书郎，以清肃称。初为黎阳太守、卒官。润曾孙贞，字叔愿，学涉经史，居丧以孝文。太和中为中书博士。副中书侍郎高聪始于江左，还以母老患，折过家，定审，作免官。久之，真为京兆王于郎中令，行洛阳令，转至书侍御史、国子博士，加威远将军，行鲁阳太守，清肃善抚，皆得百姓情。稍迁司徒资议参军，通直散骑常侍，加冠军将军。正光中卒，赠平北将军、齐州刺史。子子如司空田曹参军，真兄子景俊亦以学识之名奉朝请
千金赵王于府外兵参军，于其逆于冀州，将受其官，景郡不受，于杀之。永平公 PG 513。赠东清河太守，谥曰真。景郡帝景兴，清郡耿振，少为州主簿，遂七持不仕。后革荣县冀州，为荣所虏，称疾不败。景兴每门西而言曰：“吾不复辱，以不败革荣故也。”薛提，太原人也，黄石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累迁散。其常侍太子太保，赐爵立阳侯，加进兵将军，初为镇东大将军、冀州刺史，进爵太原公，所在有生机，真为侍中、至都曹是。世祖崩，密不发丧。尚书左仆射蓝颜、侍中何匹等意已为皇孙右冲，一立长君，真秦王汉置之密室。题曰：皇孙有是敌之众，名望所系。春秋虽少，令问闻于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龙州汉发所一立，而更求君，必不可言等犹豫未决。中常侍宗爱之其谋，矫皇后令甄提等入，遂杀之。提弟福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谋立之臣，召袭兄爵太原公，有司奏将为侯。皇兴元年卒，提孙令保太和中，袭爵立阳侯。使臣曰：宋颖操行真白，一略荣立王献民族之孙，老见优礼，屈尊学艺之机，原乃局量受誉。张仆、古魂、文武为用，人事人显。公孙表出，则一介见之，终以轻薄智力。鬼使受受惊之赏，莫羡财力之真。先客有忠，故不虚也。张继始于四方，有言喻之美。李先学术家谋，何欲三世。贾谊早播实学，秀则不畏强欲。必提正义中谋，见害兼焉，悲夫。 PG 514。列传第二十二。王洛儿，车路头，鲁鲁元，陈简，万安国。王洛儿，今赵人也，少善骑射。太宗在东宫，给侍帐下，侍从游猎，夙夜无怠，性景怨，未尝有过。太宗常猎于三垒南，乘兵而济，兵陷秣马，洛儿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没洛儿，待将冻死，太宗解衣以赐之，自是恩宠日隆。天赐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儿乘夜侍卫，无须臾为离，公情发于至臣，袁绍之逆。太宗左右为洛儿与车路头而已，昼居山林，夜还洛儿家。洛儿邻人礼道前相奉给成婚往复，众数颇之喜而相告。绍闻收到，斩之。洛儿由茂南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还宫设祭获益，洛儿有功焉。太宗即位，拜散其常侍。诏曰：侍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
不然，何以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也？散其常侍王洛儿、车路头等，服秦左右，时有余年，终仅公诉。久而弥至，未尝须臾之请，有废替之心。即在艰难，人皆异志。而洛儿等受命不移，贞操于肯。虽汉之繁冠，未知许典无以加焉。勤而不赏，何以奖劝将来为臣之节？其次，洛儿决心袭功，加职义将军，又追赠其父为列侯，赐同利五十户。永兴五年 ，PG 515卒。赠太尉、建平王，赐温明密契，载以晕粮车，使殿中卫士为之导从。太宗亲临哀痛者数四焉，乃赠其妻周氏与洛儿合葬。子长成，袭爵。卒，无子。弟得成，袭爵。喜为建成功，加镇远将军。官至散骑常侍。典作长安。真君十一年卒。子定州，袭爵，降为建阳侯、安远将军。后定州弟升为侍。狱中散，有宠于显祖，以祖父洛儿者勋先朝，召父定州爵为公。高祖初，为长安镇将。卒。子陵，袭升爵。成明初，迁监御常，赐爵使兴子，加宁朔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卒。车路头，代人也。少义忠厚选给东宫，为太宗帐下帅。善自修立，谨慎无过。天赐末，太宗出于外，路头随侍竭力。即太宗即位，拜为散骑常侍，赐爵金乡公，加忠义将军。后改为宣城公。太宗姓明察，群臣多以执事御遣，至有杖罚，故路头悠游不任事，侍宿左右，从容谈笑而已。路头性无害，每至平欲处理，常献宽恕之意，以此见重于朝。太宗亦尽纳之，宠呆隆厚，赏赐无数。当时功臣亲信莫及。太常六年卒，太宗亲临哀痛，赠侍中、左卫大将军、太师、宣城王，谥曰忠贞。丧礼亦依安成王叔孙俊故事陪葬金陵。子卷袭爵。鲁鲁元、昌黎图何人也？曾祖父纠是慕容垂为尚书令，临事公祖父并至大官。鲁元敏而好学，宽和有雅度。太宗时选为直郎，以中锦给侍东宫，宫情尽节，世祖亲爱之。即即位，以为中书侍郎，时以左右宠呆弥深。而鲁元一家谨肃，世祖于亲信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惮焉。性多容纳，善与人交，好言人之过，扬人之美，由是公亲贤亲附之。鲁元以公书有文才，累迁中书监、领秘书事，赐爵襄城公，加散骑常侍、右将军。PG 516赐其父为信都侯，从真贺连昌。世祖亲追及之，入其城门。鲁元随世祖出入。是日，为鲁元己至为代
从征平凉以功败，征北大将军，加侍中，后迁太保、录尚书事。世祖贵一之长，从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则以功赏赐同吏前后数百人，布帛以万计。世祖临幸其地，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于往来，乃赐甲第于宫门南，衣食车马皆陈于之父。征军三年冬，车驾幸阴山，鲁元以及不从。侍臣问及送医药，传亦相属于鲁。即薨，世祖甚悼惜之，还临其丧，哭之哀痛。东西二宫命太官日送殿，晨昏哭灵，气则被奏钟鼓祭乐。余驾比葬三陵之。丧礼依安成王故时，而赠送有加。赠襄成王。谥曰孝。葬于郭山，唯见碑阙。自卫星，贵臣恩宠，无与为比。子统袭爵。少子内，给侍东宫，宫宗深逆之，常与卧起同衣。父子有。宠两宫，世倾天下。内性宽厚，有父风，而恭顺不及。正平初，功臣伏诛，世祖以鲁元故为杀内而后辅其兄弟。统以赴任，世东宫。世祖以元救阳平王杜超女，南安长宫。主所生妻之。车驾亲自临送，太官设工具，赐机以千计。高宗即位，点选部主客二曹。新安二年卒，赠襄成王，谥曰景。五子弟弥额袭爵，拜北镇都将。卒，赠襄成王，谥曰恭。子新人袭爵，臣见代人也。祖魂太祖末为右卫将军，富阳尚书，见以善骑射，擢为三郎，稍迁下大夫，内行长。世祖讨珊瑚白龙，亦甚亲之，丹江数十骑登山临险，每日如此。白龙乃服状，世十余处，出于不意。世祖坠马，己至不测，见以身悍贼大呼奋急，杀贼数人，身被十余创。世祖撞之，赐户二十。高宗初，赐爵父成侯，加冠军将军。初为幽州刺史，贾秦。PG 517。竣工。高宗以见贪暴懦弱，遣使旧州伐仗五十。高祖初，真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赵郡公。见与侍中尚书晋阳侯袁先德，殿中尚书长乐王穆亮，比部尚书平原王陆睿密表曰：皇天福德，命及大位，臣等祖父亦赞出。新秦过蜀汉，事故山河，享资锦服，宠辱休戚，与国君焉。臣以凡进，实无远达，皆及先宠，遂贺金任，比己之机，播于群口，仰感深沉，辅自策立，故审奴顿，终于无益。然引兵精昧，实怀残负，至于远。天高地厚，何日望之？自永嘉之末，风使横势，马锐难拒，眼有荆楚，及环流跋扈，或难相济。待宗格望至之境，
清徐县建德之风。现闻皇帝调称龙飞，道光绿土，干七赞武，淮海从风，车书继同，华裔江一昊天不掉，掩背万邦，窃闻刘裕天王，权臣杀害，死政之名，翘响往极。余未时不再来，积疑一失，毫分之差，智毁千里。天宇不取，反受其咎。所谓见而不作，过在借时者也。以简雄江，号令八方。益阳王陈敞，生物存亡，远同孙氏。苟利运享从，则无悔。可定托事有难成，则振履而返。尽可以扬一身于四海，退可以通德信于侠义。宜臣之会，运中今日如何甚得？起诉施行，托五天星，愿存臣表，徐观后宴，赏罚随焉。高祖加之。迁司徒、征西大将军，晋爵为郡王。高祖与文明太后平姓建帝，赐建妻宴于后庭。太和九年薨，子念袭爵，为中山守，作略良人，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御赦免，爵除。万安国，代人也。祖真是为酋帅，恒律不明，从事祖真伐，以公除平西将军，敦煌公转票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复政，上高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宁西将军、长安镇将，赐爵冯义公。安国少明敏，有姿貌，以国身赴上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显祖特亲宠之，与痛卧起为。PG 518立地宅，赏赐至巨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成王。安国先与神不长息，买奴不平，臣民出，矫诏杀买奴于院中。高祖闻之，大怒，遂赐安国死，年23。子义袭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宠先朝，特赠并州刺史。子纂字辅兴，袭伊利将为公。世宗时，起家司徒仓曹参军，迁南秦平西府司马、护军长史、嘉右军将军。正光二年，卒。赠假节真鲁将军、荆州刺史。字金刚，袭武定末，开府祭酒，其受禅，爵力将，有击拔者，是为割西部帅。其父根皇始出律众归位。太祖加之，上招臣女，生子拔，卒于尚书令。拔上华阴公主，生子敬，袁绍之逆也，主有功，超受晋大司马、大将军，封长乐王。薨，子护袭爵，拜外部大官。太和中，赵以护年迈，继位至，是令依旧养老之力。卒，子彦嗣。根氏既遗落，故略复云。使臣曰：王洛儿、车路头、鲁鲁元、陈建，贤以臣至发中，节节为难，苟非智烈过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身受恩遇，莫尽哀荣。至如安国，
贵宠溢于庶子哉。 PG 519列传第23。崔浩。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也，白马公玄伯之长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宗，言经义理，识人莫及，若冠为直郎，天心中给侍秘书，转注作郎，太祖以其公书常置左右。太祖纪年，威严颇峻，公审左右多以为过的罪，莫不逃隐，闭目下之变。好读公情不待，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豫州。其邸执任时，不为穷通改节，皆此类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赐爵五臣子，常受太宗经书。每至交辞，父子并陈宣尧，时人容之。太宗好阴阳术数，文号说以及弘范五行善之，因命号氏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号综合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君国大谋，甚为宠密。是时有兔在后宫，宴问门官，无从得入。太宗怪之，命号推其旧真。号以为当有邻国共平强者，善应也。明年，姚兴果献女。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元英、华英公主等言，趁书国家当置业，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号与特进州旦，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业，可就今年之机，非长久之策也。东周之人，常为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种。今留守旧部，分家难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真邻之间，不便水土，极易死伤，勤见事漏，则百姓一举四。 PG 520。方闻之，有轻武之意，躯盖如如必提切而来，云中平城泽，有为代之虑，阻隔横带千里之险，虽欲救援，复之甚难。如此，则身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难出，要危丧子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臣振服。此事国家危至诸下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皆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既已。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一同。”副使中贵人问号，但曰：“今既虎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号等对曰：“可减穷夏之户，诸州旧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明一山东三州时，出仓谷以禀之。来年岁大熟，赐号但妾各一人，御衣一席，绢五十匹，棉五十斤。初，姚兴死之前岁也，太史奏荧惑在袍瓜心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未下入为王之国，将为同僚妖言，而后行其灾祸。
太宗闻之，大惊，乃召朱硕如十数人，令与史官求其所意。号对曰：“按《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身，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系，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王，当在此二日之内。庚之与未，皆逐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心，人安能知其所意，而妄说无真之言。”好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果出于东境，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的昆明池水竭，童谣而言，国内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太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周师自淮泗入侵，与三赤河西上，假道于国，召群臣议之。外朝公卿贤曰：“函谷。”官号曰天显。一人何歌，万夫不得进。豫州传步兵，何能西入？托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亦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PG 521。过右翼之内朝，咸同外计，太宗将从之。号曰：“此非上策。”司马修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荆兴死子列臣，其为王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晋造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欲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如内寇，明时又伐，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旧北，则东周复围。为若甲之水道，纵欲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变装刺虎，两得之事也。使欲胜也，必得我假道之会；令姚氏胜也，亦不失九陵之名。纵使欲得关中，现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误。今不劳兵马，坐关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九之力，上策也。夫为国之计，则利而为之，岂顾婚姻仇衣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衡山以南，欲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关军争夺河北也，居然可知。义者有曰：“欲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境，其势然也。”太宗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战于叛臣，为豫将朱超时所败，失人多伤。太宗闻之，恨不用。号纪二年，司马德宗齐郡太守王毅来将，上书陈纪，称刘裕在洛，劝国家以军绝其后路，则豫军可不战而克。书奏，太宗闪之。会号在前进讲书传，太宗问号曰：“刘裕西伐，前军已至潼关，其势如何？”以卿观之，是的计不。号对曰：“袭姚兴。”
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弘又病，众叛亲离，欲陈其为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刘裕吾能何如慕容？垂号曰裕胜。太宗曰：是言其状。号曰慕容。垂臣父祖弑君之资，身变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复火，少加以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韩为，不接耻徒之资，不应衣促之用，奋臂大呼而一灭桓玄、北秦慕容超、南崔卢循等，见晋凌迟，遂执国命。欲若平遥而还，必篡其主，其势然也。秦 PG 522。的戎夷魂病，虎狼之国，寓意不能守之，风俗不同，人情难辨。欲行金阳之化于三秦之地，辟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走，不可的也。若留众守之，必资于寇。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或以甚残去杀。今以秦之难治，一二年间岂欲所能哉？且可治戎数。假其民被尽，以待其归，秦的亦当终为国有，可作而守也。太宗曰：欲以入关，不能进退，我遣金骑南袭彭城、寿春，欲亦贺能自立。号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轻御六师。兵众虽胜，而将无韩白、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未呆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以审矣。号曰：臣常思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文。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公之辅少主，慕容伟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为先帝如何？好。曰：小人管窥现象，何能见玄穹之广大？虽然，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的，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西农其列，臣其能养民？太宗曰：屈盖如何？号曰：屈盖家国一灭，一生孤寂，为姚氏封职，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乃结愤于如如，背德于姚兴，撅树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所灭耳。太宗大悦，与至中夜，赐号玉瓢牢九十孤水晶熔岩一两，曰：朕为卿言，若辞言久，故与卿同其职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落子为，犯天剖，八十余日，至汉而灭。太宗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天下位，一四方月至，灾咎之印，将在何国？朕甚未知，尽情以言，勿有所隐。贤共推号令对。号曰：古人有言，夫灾异之身，由人而起，人无信焉，妖不自作。故人失于下，则便见于上。天势横向，百代不易。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朕与金同。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见尽悲消。 PG 523。主若城墙，累世凌迟，
故桓玄逼夺，刘裕秉权。会背者，恶气之所生，是为渐进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诸人莫能抑号言。太宗深然之。五年，欲果废其主司马德文而自立。南镇上欲改。元赦书。时太宗信东南系鲁池射鸟，闻之，亦召号，谓之曰：往年清言会心之战宴矣，正于今日始信天道。初，号复即笃，号乃简沼结发，夜在庭中仰倒斗疾，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遂于不席，家人罕有知者。即父中居丧敬礼，时人称之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幽闻策诏，军国书记，进官于号。号能为杂说，不常熟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纪法，次序五宗，珍藏之礼，封简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折弃之，曰：此狡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丹习礼，仲尼所失，岂涉拜法之书，以乱先望之教。原生所谓家人，匡切忠物，不可扬于王庭也。太宗很有为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号曰：春秋新被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救。今兹日食于未昂，尽光赵代之分也。正及弥年，辽志无损，恐一旦掩乎，诸子病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号曰：陛下春秋复盛，沈业方荣，得以除灾，幸救平越，且天道玄远，或消或应。习宋仅见灾修德，迎祸退舍。愿陛下遣诸忧愚，田神保和，纳御家福，无以暗昧之说，致损慎思，必不得已，请臣古言。自圣化龙心，不重除二，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己为。今已早见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始为师父，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矣。充兵有入总万机，出统荣镇，兼国辅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悠游无为，以神养寿，禁欲医药。万岁之后，国有臣主，民有所归，则奸诡习妄，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赛祸之大备也。今常皇子涛年建益州，明锐温和，重情所系。 PG 524。时登除父，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惊。若须并呆成人，而则道错天伦，则身履双兼兵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先不由此。太宗纳之，于是使号奉册告宗庙，命世祖为国父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西京、北兴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号与太尉目官散骑常侍丘堆为右臂，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太宗必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长孙嵩素得旧臣，
历仕四世，公存社稷，惜精便捷智谋，明文遐迩，安同小节俗情，明练于世，目观达于政要，实无止趣，崔浩博文强志，精于天人知会。丘堆虽无待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服相，无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群臣实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当绝之汝曹国主也。惠文刘裕死，太宗欲取洛阳、虎牢、华台。号曰：陛下不以刘裕虚起，纳其使贡，欲意尽事陛下，不幸今死，臣丧伐之，虽得之不令。春秋晋士盖率师轻骑，闻其侯卒，乃还君子大齐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亦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以遣人调剂，存其孤弱，恤其凶灾，不亦风于天下，令得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阳、南京相持与毛之争，可不求而自治。欲心死，党羽未离，兵临其境，必相虑拒战，功不可避，不如缓之，待其恶忍。如其强臣争权，便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锐意难伐，节号曰：刘裕因尧心死而灭其国，欲死我伐之，何为不可？号固执曰：心死，二子交争，欲乃伐之。太宗大怒，不从号言，遂遣西京南伐。亦于监国之前曰：先攻臣也，先略的也。今曰：请先攻臣。号曰：南人长于守臣，服侍攻襄阳，今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臣，若不时刻，错损军事，敌得徐延而来，我待比锐为道也，不如分。 PG525 军略的，置淮为县，列置守宰，收敛租谷，华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难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右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臣，今等计合，先攻华台，今时不拔，表请计失。太宗怒，乃亲南巡，拜号襄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即车驾之海也。号从太宗信西河、太原，登弃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域，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论武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为师，好古时志，实服其言。天师叩谦之，每与号言，闻其论古治乱之际，常自夜达旦，耸意敛容，无有谢卷。继而叹美之曰：思言也会，皆可抵行，亦当今之高骤也。但世人贵远见近，不能深察之耳。因为号曰：无行道，隐居，不迎事物，忽受神中之觉，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击鼓，临事暗昧，亲为吴传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号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进秦汉变弊之际，
大指先以父武等为本。世祖即位，左右祭号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号以功归底。即有一意，召而问焉。号之严洁，白如美妇人，而姓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未以击鼓过之。既得归地，因欲修福时养性之术，而寇谦之友神中路图心经，号因师之。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时亦讨贺连昌，群臣皆以为难，为号曰：往年以来，荧惑在手羽林，皆成勾四其战秦王。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力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即不可失也。世祖乃使西京等级普版，而青绿青旗袭其都臣，大获而还。即世祖复讨昌，赐其城下，收众委退。昌故造而前书正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鸣，患者召泥。晋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 PG 526。 愿陛下赦其避之，更待后日。号斥之曰：是何言于千里至甚，一日之中起的变异，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营，初眼疾不易，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闪分其奋急，昌军大溃。初，太祖召尚书郎邓渊者国际十余卷，编年次事，体力末臣，训于太宗，废而不述。神二年，召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号及帝览、高党、邓颖、晃济、范亨、黄甫等共参著作续成国书30卷。是年，疫疾如如，朝臣内外不欲行。保太后故指世祖，世祖皆不听，为号赞臣策略。尚书令刘杰、左仆射安元等乃始皇门侍郎筹其推贺连昌太史张渊，徐便说世祖曰：今年己巳，三英之岁，岁星习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何渊等，云渊少时常见福，不可难真，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谐，何可举动？世祖意不决，乃召号，令与渊等辩之。号南渊曰：阳者德也，阴者行也，故日时修德，月时修行。夫王者之用行，大则成诸元也，小则四之世朝战伐者，用行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英用兵，盖得其类修行之意也。岁星习月，年机名流，应在他国，远其12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渊等俗身志意浅近，千余小数，不达大体，难与远途。臣观天文，彼年以来，月行偃卯，至今犹然。其战三年，天子大破矛头之国，如高车矛头之众也。
夫圣明欲时，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语曰：非常之缘，黎民聚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也。渊等惭而言曰：如如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成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至，有何急急而苦劳是马也。号曰：渊言天时，是其所值，若论形式，非 PG527 彼所知。斯乃汉室旧说常谈，失之于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如如者，就是国家北边叛逆，今诛其元恶，收其善名，令复旧义，非无用也。漠北高梁，不生文瑞，水草美善，下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如如子弟来将，贵者上公主，见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旗，非不可成而处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至也。且如如往数入国，名利震惊，今下不成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事，起于今日，无岁不紧，岂不急急乎哉？是人皆谓渊，便通解数数，明决成败。臣请示之，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王征，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时贺连昌在座，渊等自以无先言，惨难而不能对。世祖大悦，谓公卿曰：吾亦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幸矣哉。而保太后尤难之，复令群君臣于保太后前评议。世祖谓号曰：此等亦犹不服，亲善小之令物。既罢朝，或有尤号者曰：今无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如如远遁，前魔所获，后有南贼之患，为知道也。号曰：不然，今年不摧如如，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慰淮北，必备我南，必劳我袭，其势然矣。必破如如，往还之间，故不见其志也。何以言之？刘裕的关中，刘琦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尽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嚎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震荡国家修明之事，是马强盛之时，而欲以居独尺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被边之军耳。夫见平水之动，知天下之寒，长肉一挛，食祸中之味，物有其类，可推而得也。且如如视其绝远，为国家利不能治，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被寒向温。 PG528 南来寇抄，今出其律表，攻其不备，大军猝至，必惊骇心分，望城奔走，牧马护群，聘马练车，
曲池难至，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闭，可一举而灭。赞老永逸，长久之力，实不可失也。惟患尚无此意，今胜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漏矣哉，公卿也。诸君遂行，天师谓号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号对曰：“天时行事，必克无疑。但恐诸将所索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及君入其境，如先不设备，明处不也，今不四奔，莫相收舍。”于是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或处产车卢，弥漫山泽，盖数百万。高车杀如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鲁遂散乱矣。世祖沿若水西行，至捉斜山，诸大将果宜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不追。天师以好囊日之言，故劝世祖穷讨，不听。后有将人言如大谈先被急，不知所为，乃焚烧穷庐，科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山南走。明处窘聚，方六十里中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徐西遁，为此得免。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是祖深恨之。大军既还，南贼竟不能动，如号所量。号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挺于坐器中，令卿夜有所见，即以挺化纸作字，以记其意。世祖每信号帝，多问以意。是或苍族不及数代，奉敬书时，不暇精美。世祖为举笔注，或立长而炫，其见宠爱如此。于是引号出入卧内，家室中，特敬辅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号曰：“卿才智渊博，是正祖考中者三世，正故言卿自敬，其思尽归。见匡宇必语，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功立送群臣，是在长孙道身传。又召新将高车渠率数百人，赐九十余钱。世祖指号以示之，曰：“汝曹氏此人，汪倩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 PG 529，乃于与甲兵。朕使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觉，前后克节，皆此人倒无至此也。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号，然后施行。”而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言，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齐。未发逆及之，因诸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岛，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赵公卿一之，闲言已许。号曰：“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如马力有余，南贼正聚，常恐清兵掩至，卧不安席，故先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失，夏月真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极易必起，
非行师之时。且彼先言有备，必坚臣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奋兵四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力。旧时能来，待其劳倦，秋粮马肥，因敌取时，徐往及之，万全之计，甚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如如，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深陷，意欲南超，以取资财，是以披毛裘。侠望张贼势，记得四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被公存私，为国绅士，非忠臣也。世祖从好义，南镇诸将父表贼至，而自成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左手，就张水造船言以为备。公卿义者千然，欲遣其五千，并假属司马除之、鲁贵、韩延之等，另又引边名号曰非上策也。彼闻幽州以南京兵西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流卒，必举国害扰，惧于灭亡，当西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之官军有身无实，视其先惧，必喜而前行，近来至和，似其轻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若彼有见机之人，善设全绝，臣奸深入于我国，须申辩不难，非制敌之良计。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朝令素治也。夫张须身而召时害，此之未已，不可不思，后悔无极。我使在彼，其四月前还可待使至，审而后发，犹莫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计，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 PG 530楚之往则彼来，止则彼袭，其势然也。且楚之等所才，能昭和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绅士，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臣常闻鲁鬼说姚兴求入荆州，至则散败，乃免蛮贼掠买半奴，使祸及姚弘，已然知晓。号复臣天时不利于彼，曰今资害气在扬州，不宜先举兵，一也五岁自行先发者伤，二也日食灭光，昼昏星见，飞鸟坠落，素直斗牛，悠在为王。三也荧惑伏逆于一枕，戒乱即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胜。今义隆兴国，是人事未周也，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也，周行水河，是地利不敬也。三是无一臣自守，犹或不安，何得先发而攻人哉？彼必听我虚身而言，我亦臣彼言而动，两推其咎，皆自以为应敌。兵法当分灾营受害气，未可举动也。世祖不能为众，乃从公卿矣。好复故真不从，遂遣杨平、王杜超、郑业、郎协、王司马除之等屯颍川。于是贼来遂集，到燕
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奋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世祖文赫连定与刘义隆旋分河北，乃置兵欲先讨赫连。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避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世祖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连结逢拔，牵引如如，归似逆心，须相唱和。”义隆望定静，定呆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机不惧的非，无能为害也。臣使谓义隆军来当屯驻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也。如此，则陛下当自治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袭列兵近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行分势。若以此观之，宁而勤谏，只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亦也。赫连定残羹一催，拟之必仆。客定之后，东出潼关，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利草矣。胜策独发，非于境。 PG 531所及，愿陛下悉行勿疑。平凉既平，其日宴会，世祖执号首，以示蒙训使曰：“所云崔公，此事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臣败绝焉。若何服气，出无失矣。”后冠军将军，安协军骸，现南服。因说南贼之言云：“义隆赤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进前入河；若其不动，筑彭城勿进。”如号所亮。世祖谓公卿曰：“卿备前为我用号计为谬，今不顾见常胜之家，使皆自谓于人远矣，至于归中，乃不能及。”千号司徒十方是其欠之奏立四王，以约东西南北为名，欲以治征集。除灾异赵浩与学士议之。浩对曰：“先望建国以作藩平，不应假名以为其福。夫日月运转，周历四方，京都所居在于其内。四王之称，实掩邦基，明之则逆，不可承用。先是遣奏改代为万年。”号曰：“袭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鸿业，诸所至治，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有比殷商。国家积德者在土史，当享万亿，不待假名以为义也。欠之所闻，皆非正义。”世祖从之。是时，河西王举渠木间，内有二义，世祖将讨焉，先问于浩。浩对曰：“木间恶心已漏，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时磨所损。于是行者内外军马300,000匹，计载到死伤不满8,000，遂常累死，恒不灭万，乃不少于此。而远方城虚，便未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意，不图大军促至，心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情之必矣。且目坚烈弱，诸弟交自争权从横，民心理解。加比年以来，
天灾的变，都在秦梁城灭之国也。是。祖曰：善，吾亦义以为然。命公卿议之。弘农王西京等三十余人皆曰：目坚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诚，然既复直贡朝廷，皆以藩礼。又望姬离将，罪未甚彰，为宜姬迷而已。今是马老止，宜可小习。又其弟鲁赤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PG 532停。彼闻君来，必顽拒城守，攻则难拔，也谋所略。于是上书古弼、李顺之徒皆曰：自温与河以西，至于孤臧城南天梯山上，东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宵夜，下流城川，隐以盖管。彼闻君至，觉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至可伐，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九亭军马今等议事也。世祖乃命号，以其前言与今共相难易。诸人不复于言，为曰：彼无水草。号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处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宵夜，绝不敛城，何得通渠引槽，盖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抵污于人矣。李顺等复曰：耳闻不如目见，无槽目见，何可共辩？号曰：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词，为我目不见，便可欺也。世祖引听闻之，乃出亲见金等，辞旨严厉，行于神色，群臣乃不敢复言，唯唯而已。于是遂讨凉州而平之，多饶水草，如号所言。乃召号曰：其皇座之心是龙北土，积德累人，多历年载，则流苍生，一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挟顺天人，以真不服，应其拨乱，演有屈下。太宗承统，光隆前序，离政行典，大业维新，然荒域之外，犹未兵服，此祖宗之遗志，而遗功于后也。朕亦渺身，或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俱不能复。何至重，既名披裂，故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硕义，扫定赫连，逮于神，使命使执著及前功，已成一代之典，自尔矣。来容其人举，秦陇克定，徐衍无臣，平不寇于龙川，讨聂树于梁玉，岂朕一人获计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使却其职，偏及不着，每惧私事之坠焉，功德观朝列，言为示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宗理实务，庶臣此书务重实录。号于世间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臣前记。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号所PG 533总焉。及公宗始总百魁，号傅与仪都望目受府正事，时有将讨如刘杰复至异议，
世祖于欲讨之，乃召问号。号对曰：“往。”即如如失不多日，皆等各欲回骸。后获其牲口，云君骸之时，去贼三十里。世皆等之计过矣。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难徙。若因其时前军而出，必与之遇，则可擒获。世祖以为然，乃分军为四道，召诸将聚会路浑海。其日有定，而结恨。既不用，举物诸将，无功而骸。是在结转。世祖西巡，召号与尚书、顺阳公蓝颜都督行台中外诸军事。世祖至东雍，亲临汾区，官叛贼薛永宗累进军为之。永宗出兵欲战，世祖问号曰：“今日可及不？”号曰：“永宗未之必。夏自来，人心安闲，北风迅疾，宜急急之，须臾必遂。若待明日，恐其见官军甚大，必夜遁走。”世祖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桥，贼已夜遁。召问号曰：“盖吾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的空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号对曰：“盖吾迎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即蛇之法，当须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复动？宜臣事先及吾。”金军往一日便到，平吴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损伤，余未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无徐入北山，促魏可平。世祖不从，乃渡渭南。吾闻世祖至，竟散入北山，果如号言，君魔所克。世祖悔之，后以号府东宫之情，赐曾叙部博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闽战，赵俊系标素阐释号，乃请历十名刊载国书，并乐所著五经。号赞成之，公宗善焉，遂迎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弃。世祖搜于河西，召号一行在所议军事。号表曰：“习汉武帝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击鼓，为灭贼之。” PG 534。兹东西叠集，故汉未疲，而匈奴已毕，后遂入朝，袭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真亦不袭，可不喜其名，按前世故事记之长者，若千名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阵数，是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扩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意，目喜豪强大家，充实良土，君举之日，东西其势，此计之得者。号又上五营元立，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即旧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器，复召臣学天文、心历、易事、九宫，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臣秉性若烈，
力不及见父。人更无余能，是以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真矣。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使之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烧书之后，经典绝灭。汉高祖以来，世人妄造，立术者有十余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物四千，小物甚多，不可言尽。臣悯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事，除伪从真，以改物立，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立，今使臣弃，谨以奏臣为恩。省察以臣立数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识人，天地鬼知臣的政，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矣。是在律历志。真君十一年六月，朱浩、清河崔氏、吴远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号之姻亲，敬仪其族。初，系标等立十名。刊国际号敬数国士，备而不典。而实名显在渠路往来，行者显以为言，是遂闻发。有司按验号，取秘书郎立及常立生，数百人议状。号福受囚，其秘书郎立以下尽死。号始若冠，太原郭义以女妻之。号晚成，不要华彩，故时人谓之。义妻王氏，刘义隆镇北将军王种德姐也，美其好才能，自以为的婿。儿女亡，王生以伤恨，父以少女继婚，亦及亲。PG 535。属以为不可，王固执与之，亦不能为，遂众结好。号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事典，时时读诵。号怒，取而焚之，捐灰于侧中。即号幽直，置之剑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搜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号者，是皆以为报应之宴也。初，号构害李顺，积蒙以臣，夜梦丙火若顺请示火坐而顺死，号与世家群力而观之。而顺弟媳嚎哭而出，曰：此辈无贼也，以歌及之，悉投于河，物而恶之，以告管。客逢景人，景人曰：此真不善也，非复虚事，夫以活若人，报之极也。皆乱召祸，复己招也。商书曰：恶之意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耳，其有可扑灭乎？且召使恶者有终殃，积不善者无余庆，力皆臣矣，攻其徒之。号曰：无方思之，而不能圈，致事而足。号记公书，人多托写及旧章，从少至老，初不淡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逢代强，以是不敢犯国，其景也如此。号书体是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是保其技，多才歌坠连以为摩楷。